原标题：社评，加大使被迫改口，法制输给政治正确。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周四发表声明，收回了此前他认为孟晚舟掌握有力证据可以对抗美国引渡的说法。他周三对加拿大的华文媒体记者表示，孟晚舟有三个强有力的理由反对美国引渡，包括特朗普的一次相关表态属于政治干预，此案涉及治外法权，加拿大并未承诺参与对伊朗制裁，因而制裁伊朗法不适用于加拿大等。麦加连很快受到加拿大一些媒体及政治人物的猛烈攻击，反对党甚至要求政府立即解除麦加连的大使职务。在这些压力之下，麦加连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自己糟糕的表达造成混乱很遗憾，称这些话没有忠诚地反映他的真实立场，并改口说这一事件没有发生任何政治干预。大使改口的这一风波，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围绕孟案已经形成了多么强大的政治压力。加拿大政府官员、议员及媒体不断就孟案表态，他们大多符合加拿大的政治正确。麦加连的谈话是对孟案做司法和事实分析，但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到了加政界和舆论界的联合声讨。这哪里是成熟专注法治社会的应有表现，这分明是法律幌子之下的政治挂帅。既然孟案如加法所说完全是法律，那么驻华大使从中国人关心的角度做一些法律分析和建议有何不可？而且他未改口前的表达正确反映了客观现实，加拿大难道不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讨论吗？大使做了有利于孟晚舟的分析后迅速表达歉意，这是否在告诉人们加拿大法院只应当有将孟晚舟引渡给美国这一种判决，连想法可能性的讨论都不允许？这是一个宣扬尊崇法治和言论自由社会应有的表现吗？西方的政治正确压死人。孟晚舟案发生后，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发文批评美对华为的打压，他因此在美国学界和舆论界遭到猛烈攻击。萨克斯最后被迫将自己的推特账号做了删除，对此一些西方精英人士还在社交媒体上谈欢相庆。我们希望孟晚舟案如美加所宣扬的那样就是纯法律事件，至少希望他们的这种宣扬能对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形成约束，避免对孟晚舟的引渡提前就预设为没有任何改变余地的结果。麦加连遭到的围攻让人们看到了相反的征兆，我们希望加拿大的法院能够比那些攻击麦加连的政客和媒体人更加忠于那个国家的法治之本，不被他们绑架。北美有过极端主义与政治正确彼此合流的时候，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高科技公司的问题上，这样的合流正令人不安的再次显现，一些常识正在被颠倒。中国这个最近几十年最欣欣向荣的市场和长期远离战争的国家被荒谬的说成是世界的威胁。我们不知道北美这一次需要多久才能醒悟过来。希望加拿大的精英们有道德和思想能力对我们上面所说的河流做出反思。